行完礼即生仔 ，BB 抢集上官礼啊！大肚结婚，而家呢个年代好平常噶咋，只但系一行完礼就生个 B 出嚟，就快咗少少咯。法国瓦莱一个大肚新娘，上个礼拜六同男友去教堂行礼，原本已经唔舒服，要令仪式迟一个钟举行。虽然之后都顺顺利利，不过新娘影影下相，突然间冲咗入房。宾客一听到声就知咩事啦。B 仔比预产期早咗8日出世，可能听到出边咁高兴，想赶住出嚟做花仔啦。